掌声有请任旺。观众朋友们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老师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欢迎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任旺，今年26岁，来自四川达州，目前呢在广东发展。而且，26岁的他已经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，总裁是吧？对。你公司有多少人啊？总经理，3000人。多少人？3000人。哎呦，3000人的公司啊！所以你这么年轻就带领3000人做总经理，这很厉害啊！就做什么行业？3000人呢？活动策划、文化推广。那今天来是为什么呀？公司解散了，出来活动活动。平时老是待在办公室里面，想上台展现一下。你是经理，你不能上台展示给员工开会吧？虽然说我是经理，但是毕竟我26岁比较年轻嘛。然后呢，肯定我喜欢玩一些年轻的，就秀一段街舞吧。哦，不错。这样的总经理也挺有魅力的啊。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看了今天的第一个选手之外，一定会支持你。可第一个选手跳的也不比你差，折了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但是我要说，第一位选手叫陆远涛，对，跳得好没过，是因为没有故事。我们任旺跳得好，还有故事。真的，方便把衣服撩起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他为了他的梦想受过重伤，哎、做过2次手术，这个同样的位置做过同样的位置做过两次。怎么回事啊？做过2次伤，也没有让你放弃你这个梦想。不会放弃，不会放弃，一定要坚持。那我很想很想看你这个接下来的表演是什么？别着急，还是有3个标签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任旺的3个标签。哇，不一样的妆。4秒旋转15圈，地面。今天任旺带来的100秒的挑战是轮滑舞。轮滑舞。对，穿轮滑鞋，根据音乐的节奏然后跳舞。所以就是在跳轮滑舞的时候受过的伤。对对对。不一样的妆是什么？为什么轮滑舞需要不一样的妆？我们需要把一些道具来衬托出我们脚上的一些动作，不然的话就在那里没有道具，就那过障碍的话你会。哦，所以它是增加难度跟演出的一部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可能有点像那个梅花妆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明白明白。梅花，请教一个小问题，你现在这个总经理的主要工作的内容是什么？文化推广和那个活动策划，就相当于是你现在从事的这个轮滑的。对对对，这个领域的策划、文化推广。对。好，我们的问题结束了。嘉宾哥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了。来，黄金乐财团，请准备，3秒考虑，3、2、1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说出我们的口号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请转身。本栏目由洛华日化独家特约播出，炫彩洛华，我行我素，请登台。黄金100秒计时开始。哦，用的是这个音乐。We're a thousand miles from comfort. We have traveled land and sea. 哇，这个轮滑的舞步，还真是将体育极限运动和舞蹈结合在一起。节奏变化，哇！完美结合，啊，真是玩得出神入化呀。
place I'd rather be. Yeah. I'd rather be. 挑战成功，好看，帅，不可怜人吗？我们的舞台就需要这样的节目，就需要这样的一百秒，技术、艺术、创新、时尚，非常棒。一百秒的表演过程当中，究竟我们现场两百位观众有多少人在支持人望？请看大屏幕，120位。孟金元的金项链送给你，希望你继续加油。